不同人，这是我们大老板特别从法国请回来的行销部经理，原经理跟好经理6年前就在这家公司了，他们当时还是公开的男女朋友，前女友风光回归，这也太糗了吧！那个女人空降经理的事怎么没告诉我？可嘉，哎，王先生。有什么话直接在办公室说。你大男人心里作祟，不甘心我们现在平起平坐，怕面子挂不住啊。听说你跟建任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吵得不可开交啊？你以为空降经理这么好当啊？人人都在拿着眼睛这样盯着你。袁经理，不是我拿不到资料，是研发部门说研发结果是机密，没办法外流。哎，说什么法国回来的那个女的，也太好骗了吧？随便讲几句他都相信。他们现在全部都跟郝建任一个鼻孔出气，我才不能输了，我要靠我的实力，总得亲力亲为做出些什么，别人才会信服于我吧。也就是一直想递企划书给方圆的袁经理，幸会幸会。是不是为了让行销部拿到跟方圆的合作，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对，那个女人提出陪我一夜，这就是你的实力啊。企划写得再好，做生意首重诚信。好，不就是陪夜吗？那一夜的男人就是温浩然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那个影片，就把跟原辈的那一段当作是上辈子的事吧。不知道要怎么面对贱人。如果这里不会动的话，我也希望是上辈子的事啊。陪夜是真的，不过你相信我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就这么廉价吗？就当个廉价的妓女。我待会有事要找贱人，我签完名再自己拿给他。你非得想找贱人哥，不就是要解释那一夜吗？伤害都已经造成了，你再怎么解释，建任哥他只会更受伤。我真的好天真，我看见办公室的人，他我的眼神都好像带有一种敌意。全世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否定，包括文总。合约的事我想清楚，我不怕流言蜚语，让我签约吧。我说袁经理那一夜真值钱啊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给我离袁飞远一点。原来你就是袁飞一直喜欢的男人，可惜袁飞他爱错人。大事不妙了，各位，出大事情了。袁飞姐身上写礼是真的吗？一定是因为袁飞跟方圆签了约，总经理才有理由生他的嘛。早安。恭喜袁协理，贺喜协理，耶、yeah! 谢谢。